超级台风、地震、水灾，在天灾面前，人的生命变得非常脆弱。但我曾经在灾难现场见过人性最光辉、最强大的力量。曾经有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在救援工作中不幸离世，当时是我心情一度难以平复。我不断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勇气继续去前线？后来我知道这位前辈在生命最后一刻都仍然没有放弃过，继续以生命守护生命。就是这份信念支持我这么多年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勇往直前。过去十几年，我去过四川、海地、菲律宾、尼泊尔和孟加拉，能够将紧急应变组所学的技能同时运用在其他义务工作和自己医院的工作当中。虽然我们不能够阻止天灾发生，但只要我们互相守护，就一定可以战胜所有困难。人道精神就是以一颗守护他人的心，尽心尽力守护每一个笑容。